是小笨笨啊，这 MetroTen 的网站呢现在全面升级了啊，原来我们从店里能买到的那些产品啊，现在在他们的网站上全都能买得到了，非常方便啊，非常好用。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谢谢。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先进入这个园艺中心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买一些春季种菜的些相关的产品啊，那个我们点结果的菜，是吧？结果的菜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买苗啊，这个番茄呢是我们最常见的啊，最常见的这个春季的作物啊，这样呢，我们点进来啊，然后我们点我们去那里去我们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店去取啊，你可以选离你最近的店是哪一个店啊，然后就可以去取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加到购物车里 ，OK， 加进去了啊，我们再买土，我们买一些堆肥啊，买一些堆肥。买两袋啊，把一改成二，然后我们也是，去店里取。好，我们加进去了啊。然后呢，除了堆肥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，肥料是吧？然后我们再找肥料，我们想用海草肥，所以呢。搜一下啊，它这个搜索功能也是很好用的。好，我们找到这个海草肥，这样的话呢，海草肥啊，好加进去了。然后肥买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要买喷的药啊，因为春天来了嘛，这个害虫就变得多了啊，所以我们要买喷的药。我们搜索一下啊 ，neem oil， 好，这里有 neem oil， 好，这个加入购物车，好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买呢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，这样这里喷壶在这里啊，好，喷壶，买一个喷壶，这个啊，好的，加入购物车，好的，好，喷壶买好了。然后我们再买一个种菜用的小铲子，好的，这个，好的，加入购物车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再来买一个植物，啊，买一个菜苗，买一个辣椒吧，啊，因为这里菜比较多啊，所以说我们搜索一下吧。这个吧，好的，再买一个辣椒，这样的话加入购物车。好了，我想买的东西就都买好了。我们再确认一下购物车里面我们买的是有哪些东西。最后看一下啊，没问题啊，就我要买的东西都齐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付款。好啦，这个单子给的也让人看着非常非常舒服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结束了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啊。我这时间有限，我就只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。大家可以都上来试一下，逛一下啊。除了花园这东西呢，其余东西多了啊，非常棒。因为是无接触，所以我也不能出门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取货的地方啊，是一个非常宽大的这个棚子。然后我们需要绕一圈啊，绕一圈，然后去garden的这些东西。
因为全程是不下车的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前头这辆车啊，经过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货就会被放上车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走了啊，这个非常方便。我现在在取货中了啊，这个他们直接帮我运上车啊，非常的棒啊，直接帮我装上车的，我买这东西啊，特别的棒啊，这个不需要我自己装，因为是无接触嘛，是吧？那个土也非常的沉，他们帮我装上了啊。那么这样我就回家了。这些就是我买的东西啊，大家可以看他们给我整整齐齐的给我装好了。虽然说我这后备箱非常乱啊，不好意思，但是，都给我装上了啊。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去 MetalTen 的网站上看看啊，真的是非常不错啊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